那看一下成就。我正好没拿过成就啊，没拿过成就有点意思了啊，有点意思，兄弟，没拿过成就有点意思了啊。问题 still 硬胜，燃烧之光，这搞什么？鬼才，蔡先生，硬胜，鬼才，鬼才，牛了无级别。牛了无级别，炸！妈的，你没有无级别，他妈搞什么？垃圾！垃圾！这鬼才啊，啥也不是。神马抱抱，他妈都国标，垃圾！敏捷三十，体质减一，奇敏五五五，七幺八，冰清绝二十三力量，五四四，五五零，这。这走得很安详，连钢不锈钢都没有。你真的，我觉得你再不出啊，对不起我了，真的。名字都改了，你这不出个东西吗？来，哎，这怎么这个灵宝太多了？神兵，神兵，神兵，还有神兵还是什么？这是铠甲忘记。出不了。出了呀！我就看那个笑笑，你就给我笑，你就给我笑。还有两件铠甲，快，两件铠甲，铠甲，铠甲，还有两个神兵，最后的机会了，赶紧赶紧，抓紧时间，丢两个神兵，爸爸们，谢谢。哼，这别说温金了哈。来来，丢两个神兵，有没有人有？赶紧丢一下，最后两张了。应胜去哪去了？估计你好白，不可能白的。一百六神兵有吗？好，感谢应胜。来，怎么这都没用？我操，看看四八三、五三五、四八三、五零七、四八三、四九幺、利奈二六幺。白板，金刚不坏，我他妈人都坏来金刚不坏。算了哈，这不太适合我，我是我。